11月1日，2020亚洲小姐竞选香港区决赛圆满落幕。10号蔡晓蝶勇夺冠军，亚军由5号何双妍夺得。8号高文君夺得季军和最上镜小姐，三位佳丽分别获得10万、5万及3万现金奖。小蝶之前因为合约问题退选香港小姐，现在得到亚洲小姐冠军，让她喜出望外。问到10万块奖金打算怎么花，小蝶表示，第一件事情先吃火锅，然后一般佳丽出去吃大餐，然后其他的可能就要存起来吧。亚军何双妍和季军高文君也很满意赛果。当高文君被问到对最上镜奖有没有失望时，他坦言已经非常满足了。另外，网络人气大奖由2号林宝玉夺得，才华飞跃大奖由14号张凯琳夺得，最完美体态由7号吴亦希夺得。